非常感谢公司今天给我这一个机会来分享我妈妈用 review 的这个见证。对，我妈妈一向以来呢，她都有三高的问题 ，OK， 然后时常她的这个血压哦，造成她的那个心跳率不规律，有时候真的高到去到180到200。所以，无论他有吃高血压的药或者胆固醇的药都好呢，他都没有办法把他这一个这个高血压降下来。OK， 所以就在2019年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发生了这个中风。OK， 当时候他中风的时候哈，他是在医院二度中风。before 我们送去医院的时候，他已经是有 mouth stroke 了的。一到医院住了2天过后，他就更加的严重。OK， 那时候他中了风过后啊，他是完全是他的意识是不清醒的。在第2天、第3天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可以看到的咯。OK，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，医生也是有讲，当时候他。他中风的时候啊，因为他的心脏啊有肿的这个现象，然后他主要是他的那个脑血管那边阻塞了 ，OK， 再来就是当时so。他做这一个物理治疗，然后还有做针灸，一个星期是去到2到3次，价钱真的很昂贵。我们是请上门来帮妈妈做，因为妈妈出院过后是完全不能走路，不能自理，必须要靠家人去顾她。她是包着 Pampers 过日子的，她真的卧床一年，因为我也是相信我的朋友，他就介绍我妈妈穿 Alora Pants。那时候妈妈穿了 Alora Pants 过后啊，一个月每一天，因为她不能自己穿嘛，我就去到家帮她穿，每一天风雨不改啊。等一个月过后，妈妈就可以站起来走路。那一刻看到妈妈可以走路。可以站起来走的那一刻，我真的非常的感动，真的很感谢你带进这么好的产品。OK， 也是因为相信了，真的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相信、去试用。然后，这我妈妈，做了这一些治疗过后，又用了Alora Pants过后是吗？然后我们还在妈妈她服用这个。review 的时候啊，他也是有一个那个调理反应，因为他当时是在卧床嘛，对吗？卧床的时候，因为他这个调理反应就是他会绞腹，然后他会排出他身体的那一些毒素，是很粘稠的，然后是特别的臭，好，又特别的黄，又有时带点黑，而且还是特别的多，所以。他排出来的过后，我们在照顾他的人真的是非常开心啊，因为他是一个病人，虽然他不能自理，但是看到他在用了我们的 review 10天过后啊，他有这样子的调理反应啊，然后这10天过后是吗？我看到我的妈妈，因为她是中风，她是心脏是没有力的，因为当时候她中风的时候，她的心脏是有肿胀嘛。在10天，他喝了我们的 Bifil， 每一天是一包的 Bifil， 一天一包，直到现在啊，已经是用了有3年了。因为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12月，经过我的 Mentor Rex 的讲解，他讲妈妈用到不准好，你就再给他试。我相信，Mentor Rex 人我了解了过后，毕竟中风的病人。我们要给他用产品，必须要很小心，而且还是自己的亲人。OK， 所以再给了妈妈用这个 review 过后，真的10天过后，他可以很大声的去骂我的孩子，
当时候我非常的惊讶，一个中风的人回到来的时候啊，他是整个人是情绪非常的低落的。一度我带他去医院看政府医生的时候，医生都有问过，中风的人他们会很容易有那个情绪或者是忧郁症，也是因为使用了这个比丘过后，帮助到妈妈改善了他这个情绪的问题，让他心情好了很多，而且他的皮肤也提亮了，也不像之前那么操劳，他的皮肤真的提亮了很多。当我一看到的时候，在妈妈服用了六个月过后啊，我就问妈妈，为什么你越来越年轻的？是什么问题？但是妈妈不会讲嘛，我就知道他是用了 BFU 而帮到妈妈。真的，这个 BFU 还没在试的朋友一定要去试。还有医生讲，在7月18号的时候，要带妈妈回去复诊。MCO 两年，他没有办法到医院去验血，去看他的报告。在7月18号，我带他去医院验血啊，报告出来的时候，医生的报告出来，他讲，以一名中风者中风了过后，他们的健康的这个状况是非常，他们非常注重的。他的胆固醇、高血压、肾脏，好，全部他都合格。医生说了一句，这就是我要的答案。所以真的，对呀、啊，所以哈、哦，真的非常的感谢公司带进那么好的产品，真的，我们在座的各位，心脏只有一个，真的要好好去照顾。如果今天我们的心脏停顿了过后，想问一下，你今天有再多的钱都没有用，因为已经没有健康了。OK， 所以我在这里祝愿大家啊、在我们打拼的时候，不要因为固执打拼而忽略了我们的这个健康。健康是真的非常重要。当前面那个一倒下的时候，你后面再多个零都好，也是没有用。曾经这个就是活生生发生在我身上的。 OK， 我也不希望在座各位可以的话，是真的就算打拼都好，健康一定要把它顾好，对自己的健康负责，也给家人一个保障。 OK， so 希望大家在这里祝愿大家身体健康，然后记得保健一定要提早，要趁早，不要等亮起红灯才来去做，已经是可以讲会已经是慢了的，真的预防胜于治疗。 OK， 谢谢大家，我的分享到这。